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2020双城摘星名单即将在本月24日揭晓，今年评选范围首度扩展到台中，不禁让许多人好奇，究竟有哪些台中餐厅是本届摘星大热门。其中一家以高水准粤菜闻名台中的餐厅，就是位在南屯区公益路上的雨月楼，由来自香港的粤菜大师许文光担任总主厨。许文光师傅曾任职于香港知名连锁品牌意苑，自2008年首版港澳米其林公布，就连连获得星级肯定。因为我是意苑出身的，所以呢，他从哪边开始到台湾，慢慢演变，有些东西都还是会做这个粤菜的基本的，很多都是老菜的演变出来。许师傅在港台两地数十年的厨艺经历，让雨月楼桌上的佳肴样样都展现出粤菜应有的精湛功夫。炸子鸡挑选这个宜兰的古早鸡，油分比较高，炸出来的鸡就比较 juice， 比较这个花园去腌泡2个小时，再来上这个麦芽糖水烘干一天，再来炸滑蛋松露炒蛋先干贝。我们是挑选这个土鸡蛋比较浓郁一点，我们注重就是它滑蛋要嫩，干贝我们是也是不能烫太熟，这样整个它出来的就很漂亮。另外还有晨曦丽苑经典名菜的脆米龙虾汤进龙虎斑，鲜美的龙虾汤加上肉质细致的龙虎斑，集海味优点于一身，有这些好菜当作镇店之宝，也难怪外界一直认为雨月楼离米其林并不远。问到许师傅是否期待摘星，他谦虚地表示只抱持平常心。是厨房的这个团队啊，老板的努力啊，如果有机会拿到，当然是一个光荣啦。米其林哪边他有自己的游戏规则，所以不晓得我们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合不合他们的游戏规则，所以还是顺其自然。大气的空间，精细的手艺，奢华的料理，用心的服务，雨月楼是否能顺利校友米其林星星，就待下周一揭晓。